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7日公司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关心今仔有啥物重要的新闻内容。文化部处长邱云因为发纯正信函给部长，让伊违反行政伦理免职通过。邱云声明强调，伊感觉真不平，真遗憾。有600年历史的屏东校查卢凯族的石板厝，最近列选2016年文物保护名单，就连呼吁政府赶紧来保存这历史文物。宜兰民主前辈蒋渭水医生今仔宜兰登去宜兰，台北市长柯文哲讲，希望白色力量让台湾如何进步。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拒绝洪台长增强为中度洪台了，目前强度阁继续的增加中哦，才有可能会变成强度的洪台。根据气象局上新的预测，洪台有往东偏的趋势哦，速度嘛因为抖音气流减弱变慢，所以目前哦。到后礼拜二20号，可能搁伫吕宋岛的附近，接近台湾时间无遐尼紧。拒绝风台目前离台湾个南偏810公里的左右，以每点钟10公里的速度往永西往菲律宾吕宋岛移动。明仔载开始到后礼拜一，中心点会登陆菲律宾的陆地。未来路径个方向哦变化个真大，对台湾影响程度爱看后礼拜一向北转弯的角度。那属于台湾的东部海域北上哦，气象局无排除发布海上还是陆上的警报。明仔载开始哦，因方面的北部个东半部会出现外围环。有影响，出现较大的雨势。再来关心文化部涉弊案，搁在调查中。也毋过，处长邱云说发出纯正信函，向部长洪孟奇澄清，涉弊者毋是伊哦。前行政院长毛志国嘛讲，这种的行为真无妥当。部长洪孟奇发文甲邱云免职，总统府嘛已经签准了。文化部昨晚10点外发出新闻稿宣布，邱云嘛发出声明强调，伊并无涉弊，对洪免职感觉真不平，真遗憾。文化部政务处长邱云因为不满洪认为是文化部补助国民党立委丑闻的涉弊者，历史上第一遍以纯正信函的方式向部长洪孟奇来表达个人的意见，让这件涉弊案愈传愈大。行政院长毛志国讲，这种行为确实无妥当，嘛接受文化部长洪孟奇的建议，甲处长邱云免职。昨天中午的时候，毛院长就批了洪部长关于。邱前次长的这个人事异动，傍晚大概就把所有的这个公文流程还有行政的流程全部都完成了。总统府昨暗时发布总统令，改以免职。文化部昨暗10点外嘛发出新闻稿，对外宣布强调处长邱宇英的行为违背行政伦理，为了避免影响文化部政策推动，改以免职嘛已经通过。也唔过邱宇英嘛发出声明强调，伊唔是涉弊者。在证明伊清白同时，又各方面质伊心中不平嘛遗憾，上个月送予中国一个礼物，伊嘛唔忘政府会当如何开放透明，台湾才会当如何。也唔过啥物啊，有缘搁伫文化部政风单位个人证书的调查中，部长嘛一再强调，伊绝对会负起责任。部署调查出来，已经执行了。如果说是认为我这个方面是有疏失有为失，那我立刻辞职。行政院嘛强调，等下调查结果出来，就会来厘清部长洪孟奇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艺人李倩蓉等人参观阿帕奇，引起真大的争议。今仔位于桃园龙潭的陆军的航特部第601旅游第一遍开放予申请的民众来参观，虽然禁止进入机场哦，嘛袂使伫现场打卡，也毋过只会当远远啊看。现场有真侪民众哦，拢模仿李倩蓉当初翕相的姿势来翕相，是真趣味。来宾可以看到飞机上方圆形物体为火控雷达，它最大搜索范围可是长达8公里，并且同时侦测1024的目标。用安全为出隔离区参观的民众，唔那被禁止入机舱，干那当伫户外天气平观赏翕相，佮被限定翕相的角度，比起贵妇团的待遇差别真大。啊，不过一旦来到新闻现场，亲目睭看到阿帕奇，民众嘛是不停欢喜。翕相的时阵，拢摆出个人李倩蓉的招牌动作。很高兴可以参加第一次首发团的阿帕奇团，对，感觉阿帕奇直升机很威风，然后很壮观。能够这样参访，其实有上去跟没有上去没什么差别的，大家看一看，增广见识，很不错的啦。日前伫倩蓉等人参观阿帕奇被判无起诉了后，引起争议。民众嘛拢要求要去陆空一路参观阿帕奇。17号陆军航特部陆空一路头一届开放，总共7团200外人团进团出，等待军方查验身份了后，入去营区内面参观。
座舱以及头盔，因为我们考量它是高机密、高价值的装备，为了确保飞行训练的正常以及飞行训练的安全，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是不予开放的。事实上，1999年7月了后，陆空一路因为政见的因素，都不再办理营区的开放。这是5年多来头一次公开对外开放。军方希望讲，在无影响训练安全之下，开放营区，让大家近距离接受国防事务，会当对推动步兵制的政策有更加正面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新闻来关心，国民党今仔有可能会决定要换人选总统，有机会是朱立伦的出马哦。民进党总统陈水扁蔡英文今仔在新北市哦，来为民进党立委陈水扁徛台，第一站就是帮前行正义党苏贞昌的查囝苏巧慧来加油。蔡英文强调，就算国民党要换人来参选，民进党的选择嘛是按照家己的步调来行哦，要拼总统当选，跟国会人数过半。提名的立委陈水扁，民进党总统陈水扁蔡英文今天在新北市走到头，要给国民党一个下马威。头一站就帮苏巧慧来徛台，在台顶肯定苏巧慧比伊的爸爸更加优秀，嘛批评执政党施政无好，让人民失望，把家己跟苏巧慧来邮票。苏巧慧成立竞选总部，伊的爸爸进行政治长苏贞昌嘛担任总招待，和蔡英文在造势会场互动真好。面对国民党今仔日下晡可能会换人选总统，助下主上，该由朱立伦来出马，感谢影响到民进党新北市的选情。蔡英文是老神在在，强调要按照制定的选战步调来行。面对国民党闹分裂，民进党今麦团结上重要。现在还是按照我们既定的选办的节奏哈。我们步步为营，我们会很小心的来打这一战，但是我们很有信心。民进党本来就很团结，我们现在的团队，大家的目标都一致，要让蔡英文胜选总统，让民进党国会过半，这就是过去这段期间以来我一直在努力的事情。新北市12席的立委，民进党家己高算是坐立望切。苏贞昌除了呼选家己的查某囝，嘛认为一旦朱立伦出马，伊有新北市之前的优势，当然会有冲击。不过民进党即摆拼总统当选，立委是出过半，是目前上重要的代志。记者于小平做新北市报道。有600年历史的屏东校茶的卢凯族石板厝，最近列选2012年文物保护的名单。附近本来是有150栋的石板厝，目前只剩2栋哦，搁完整保留。所以族人希望政府会使重视哦，把历史资产好好啊保留落来。一片一片石板塔起来，对壁到厝顶拢是石板砌的。伫屏东原住民园区，民众第一次就近看到卢凯族石板厝的完整模样。窗户跟门设的比较低，表示可以预防其他的不同族群的人或者其他族人呢攻打里面。但是离开园区实际到部落内底，已经真少人去石板厝。目前还阁保留150栋石板厝的山地蒙古好地部落，因厝房列做固定古迹，即卖嘛予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列入去有危险的文化资产名单。沉寂了好多年都没有什么消息，啊，突然来了一个大好的消息。哇，我们就是高兴得不得了了。受到国际重视，对大头埔来讲欢喜嘛担忧，因为好地的人对40几年前迁出旧部落，当地只剩2户石板厝，还阁保留完整。族人恰恰希望会使回去生活，但因为交通不方便，爸爸洪灾以后更加洪迁到永久厝。大家都会一年一次，办一个寻根的活动。那再来就是有族人自己哈。这样自力救济，自发性的把曾经垮掉的家屋呢，重新把它盖起来。过两年来，族人尽量家己出来保存永久厝，入选以后，希望政府会使更加关心协助因维护。记者屏东综合报道。有一个解放状况运动，伫全球引起真侪人的响应哦。发起这场运动的是一个才16岁的小路亚达，今年伊嘛得到第一届台湾团队的国际马拉拉奖哦。最近已经来到台湾，今仔早起，伊甲另外2名来自非洲的得主，做伙拜会前副总统吕秀莲，因对前区路环佮教育环拢有真侪感想。身为台湾陆权运动的先辈，前副总统吕秀莲和 Freedom Nipple 运动发起人16岁冰岛小路亚达来见面。Nothing that in a sense would be sexual, and the only thing I was saying was, society, you can't rule my body. I do it myself.
This is my choice what I do with it. 每一个人都有展现家己身体的权力，也当是无想到，这是今年上受到注意的女权运动。而伫咧伊争取平权的时阵，伫咧马拉维，18岁少女曼玛丽是予国会通过终止同婚的法案。We were there every day at the parliament door, telling the members of parliament, please support the bill, please support the bill every day. And later on, the bill passed, and the president signed that the legal marriage age in Malawi is no longer 16 but 18. 为家己住的所在，到国家甚至全世界，真少年因用行动来改变状况，嘛是第一届台湾国际马拉拉奖的得主，主办的中华高中图书馆，家己找经费邀请来台湾，要让更卡侪人知影因的故事。记者邱新志明台北报道。在宜蘭出席的民主神拜蔣渭水醫生今天宜蘭回去宜蘭了，主持宜蘭醫師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宜蘭縣長林聰賢表示，希望發揮蔣渭水醫生白色力量的精神，讓台灣的民主如何進步。幸亏安保台湾民主神拜蔣渭水的孙蔣志勇和蔣英勇为阿公进行移灵。这届蔣渭水在过身84当后，在台北经过三届的迁葬，总算会当在17号移灵回去故乡宜兰，也完成家属希望蔣渭水会当落叶归根的愿望。在北京出世的查某孙蔣建春也专工回来台湾陪阿公做伙回去到真正的故乡。那时我的父亲无论如何是想不到我能到台湾给祖父扫墓。在伊林仪式当中，子孙穿属于1920年代的灯泡马褂，向蔣渭水致敬。沿路上挂满了写着民主标语的黄丝带，纪念伊上意义高的精神。在阿祖伊林了后，囡仔孙蔣立夫和蔣月夫将台湾头一个由蔣渭水所创立政党的党旗甲下入去，含台湾第一份报纸《台湾民报》。伫咧六张地的望远，就会变成是蔣渭水的衣冠冢。台北市长郭文泰表示，即卖以这种方向，正是完成蔣渭水90当前未完成的理想。渭水先生所说的“同胞需团结，团结真有力”，继续为台湾的政治跟文化的进步努力。蔣渭水将移灵去到宜兰的樱花林琴渭水之窟。宜兰县长林聪贤表示，蔣渭水在经过宜兰两任县长了后，和台北市的协助之下，总算促成会当让民主神拜蔣渭水回去到真正的民主圣地宜兰县。我们宜兰被大家所这个尊称是民主圣地，渭水先生一向都是我们这个民主先驱的启蒙者，宜兰的文化底蕴。特别选在10月17号这一天进行移灵作业，刚好是蔣渭水在94当前创办台湾文化协会的日子。台北市和宜兰县政府做伙在台北市蔣渭水公园举办着追思纪念会。两位首长也表示，会发扬遗书蔣渭水的白色力量的精神，让台湾的民主更加进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6月份发生的北新乐园爆炸意外，造成将近500人受伤，12人死亡。目前阁有7人在住院哦，其中有17人阁在加护病房，有一人阁真危险。医生表示哦，虽然有真侪患者出院的好消息，也毋过后续复健需要真长的时间，至少要半年一年才发到恢复原本的生活。好，忍耐一下。就算是像安尼简单的脚踏有90度弯曲的动作，拢会让18岁凯谦痛到目屎流。因为伊在北新电波意外当中，双手和双脚遭受55%面积的受伤。虽然已经开刀植皮3-4次，但是即马逐天阁爱做20个每届10秒钟的右肩复健，才会当避免关节和肌肉挛缩。但是伊喙齿紧加咧，嘛爱拍拼做复健治疗。医生说你可以站，你就是可以站，所以不能放弃。所以就一直练习，就是拿那个助行器，就是支撑那个脚的力量。医师表示，小烫伤患者和一般外伤患者上大的不同，就是除了必须经历过大概的清创和植皮手术之外，都要阁面对新发出来的肌增生和关节挛缩等后遗症。所以，就算出院，嘛要持续复健半冬到一冬，才会当恢复原本的生活功能，或者是重回职场。尤其是像下肢，主要是在膝盖部分，换一些脚踝部分，怕会影响到之后日常生活的走路行走的姿势，会影响到行走的功能，这方面比较容易会受到影响。今年拄则考调台下关公系凯谦，嘛因为这个受伤，必须先办理休学。当伊听到北新电报案真早上个，只跟他起诉活动的主办人卢中杰，伊表示讲无法度接受这款的结果。希望他可以
就好好关心我们这些人。就我们也不是说要什么赔偿金什么的，因为身体已经回不来了。根据卫福部统计，到十月十六号为止，全台湾有七十位电波相关大医治疗，其中十七位伫咧加护病房，有十位有生命危险，已经十二个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开始，伫台北空中哦，有一个最新和新外的市场，来自全台湾二十二个创意品牌工作室，展出伊回收物做成的最新艺术品哦。前文化部长龙应台嘛出席这场活动哦，面对媒体追问讲，最近文化部的人事争议，伊是表示讲，希望文化部会使赶紧回归正常的工作。这个我会就是个隐形的牌啊，隐形的镜，一个藏当前的钱包啊。欠钱的桶啊，拢是用废弃的布球所做的。其实只要发挥创意，看起来这款废弃的材料，拢会让变作实用的生活用品。这个是浮球，是韩国的，是因为它的颜色，它颜色很特别，就是旧旧的，所以它完全没有上过颜色，它就是这样子。一个这款用回收油所做的手工扇门，一个把空酒杆啊切开了作为笔筒，也是社区居民发挥创意。把本所变作兼顾艺术加环保的新产品，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社区里面去响应说减废，然后再生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教育的观念，这样子。为了要推广环境加美学教育，来自全台湾二十二间美学创意品牌一个工作室，在这个礼拜六在咧台北的空中举行再生好生活市集，前文化部长梁应台也亲自来参加。李队伍最近文化部的涉密风波一个连续斗争，伊希望文化部会当赶紧回归工作。那我很希望他们立刻可以回到他们专业的正轨，专心工作，这样好不好？我都其他都没有评论了。不管是利用回收的广告纸做笔记本，或者是用回收的茶做家具，在台湾真侪所在拢有人动手动脑。只要透过创意设计，就让达到本所减量是经济个环保。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风正头哦，是放风吹好天气。苗栗一年一度的风吹文化季，早起伫苗栗河滨公园举行，有来自全世界各国的风吹歌手，阁有以台湾为主题的风吹哦。老师傅的技术，让民众感觉讲实在是介厉害。满天风吹，把天顶变作一个真水的图，详细一看造型是相当野目。有真古锥的卡通风吹，还有前一阵嘛引起热点的弯腰油桶，让天顶看起来相当闹热。真侪民众看到这个真古锥的风吹，是相当欢喜。乌龟？为什么？因为它很可爱。我觉得它挺特别的，它跟一般台湾你看到的像这些特殊的那个风筝是不一样的概念在那边。不过另外一头是够较有看头，长长的风吹连做伙，敢若看袂到尾啊！这座真长的风吹长度900公尺，拢总有1000多的风吹连做伙，看起来相当壮观。而要放弃这个风吹嘛，真无简单，一面还佫注意风的方向，还佫技术来配合。详细一看，也佫有真侪国旗的图样，咱的国旗就放伫第一个。这座拢是全部来自国外的风吹好手。We here on the kite festival, and Germany and Taiwan, and this is a mascot for Taiwan. So is it your first time to Taiwan? Yes, yes.一年一度的苗栗风吹文化季，吸引来自海内外将近百个风吹好手工厂来展工区，除了展现传统的工艺，嘛有老师傅的传统手艺，会使伫遮有机会来展现，嘛有介意放风吹外国人用无同款的方式来感受台湾之美。记者苗栗综合报道。第一届台中国际动画展展开幕，来自全台湾各地少年创作者分享因的创作成果哦。也毋过有导演指出，台湾的动画教育上过强调创意，技术煞无各国好，造成创作的过程真辛苦，嘛较无竞争力。贯穿的装甲片加上技术啊，小朋友化身超级英雄，规个装变成伊的冒险场。再来看这部动画，真特别的立体书的手法，和几部片敢那真挚的立体整纸艺术。头一届的台中国际动画展，将近100件的作品，拢呈现出无同款的风格，有用婚姻活泼的卡通的笔画。呈现出冒险的故事，也有类似 3D 立体的特效，让人看到真娱乐。
动画每一出都拢真精彩，但是要安怎行出属于台湾的独创性，和导演拢真上脑筋。我们是每个人一个元素，然后把它凑成了一部短片。那会有什么台湾，就是跟台湾有关的一些元素的话，那是就是老师会辅导我们，说就是可能哪边地方可以用什么场景之类的，那种就是会在里面融入。导演认为，台湾的动画应该要强调原创性，才会当行出新的格局。但是目前的学校教育，想过头强调创意发想，对技术的培养和训练，敢那较无够。整个学界到产业界的一个断层，也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导演，但是我们没有执行到甚至制片的一个人才的培育，欠缺技术的培养，搁再加上资金少、市场少，和台湾的动画无法度亲像国外有大制作。动画工作者期待政府会当为因强化出更加好的创作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南加州地区，张洪豪正大伫下班的交通前锋时段，南北向的交通要到58号的洲际公路，常常拄着土石流，车袂停袂动，有至少200名民众受困伫车内底。画面会使看到土石流常常伫啦路面拢淹掉，上深是超过6公尺。有的驾驶赶紧离开，嘛有的就坐伫车内面等哦。72公里长的道路先封闭，造成南加州地区交通是严重破坏了，目前还压未恢复。再来看印尼连续首都雅加达的第二大城万隆的雅万高铁，中国跟日本是真竞争，最后是中国拿到这笔胜利，双方在昨签约，后个月就要动工。这是中国的高铁第一遍公共工程的外销，不但是历史的突破，打败日本拿到工程也有特别的意义。中国甲印尼两国的企业联合体16号早起签约成立合资公司，印尼方面持股6成，中国方面持股4成，共同负责未来雅万高铁的建设甲营运。我们双方的合作是强强联合，我们能够为印尼建造一条高水平、高质量的高速铁路，造福印尼人民和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雅万高铁将是印尼头一条高铁，全长150公里，时速250到300公里，预计下个月9号动工，2018年完工，第二年的营运。到时对雅加达到万隆交通时间会对3点外钟的时间缩短到40分钟。这个项目原先由中日两国激烈竞争，日本的新干线系统虽然是在国际上真有名，但中国提出民间合资，不需要动用政府预算，也免政府担保的方案更加有吸引力，因此胜出。印尼也期望这款的模式会再继续推广到其他的基础建设。这是中国高铁头一摆全系统、全产业链，包括人才甲营运技术的外销，具有历史意义。中国方面表示，雅万铁路会再深化“一带一路”架构的中印的务实合作，带动沿线商业开发甲观光旅游，建立甲邻国交通设施互通，正是中国甲日本竞争东南亚影响力的一场重要胜利。未来两国也可能在马来西亚甲越南搁再上演高铁争夺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缅甸政府15号宣称，讲甲接受民族反抗军哦签署全国停火协议，也毋过事实上有半数的团体并无参加。附近的印尼雅琪省哦，嘛发生教堂防放火线意外，造成一个人死亡。阿吉省这个教堂和大火烧到甘那村骨架，连铁甲厝顶也落乱，现场拢是一阵阵的白烟。警方表示已经抓到20名嫌犯，不法集团人数有500人。因烧教堂，并且威胁基督徒。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上多的国家，阿吉省是印尼上界保守的省份。对2005年为最自治区结束多年的分离动乱了后，开始实施严格伊斯兰律法。这摆攻击教堂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现时当地宗教冲突有激化现象。镜头转来到缅甸，缅甸少数民族为了争取自治，这年来甲政府军是一直有战争。经过2年协商了后，缅甸政府军15号甲克伦民族联盟这8个反抗团体在首都内比都签署停火协议，希望为下个月8号即个举行的大选营造和平安全的气氛。也毋过，包括缅甸规模上大反抗军克钦独立军，也个掸邦的塔安民族解放军甲果敢地区武装团体，要六开邦的六开军，有7个武装组织拢无在即摆停火名单中。何况就算签了停火协议，冲突也可能随时爆发。民主运动领袖翁山苏姬8号有反抗军应该签署永久性停火协议，不过这次签署仪式已并无出现。记者宋霞报道。气温方面，来看各地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高29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高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高33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高30度。华岛地区上低23度，上高27度。新闻的最后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法国巴黎哦，看查某囡仔穿冠军的路跑比赛。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咱再会。经典电影院，金鱼妈妈。要我教几遍啊？哪会去重写啊？一心想成为编剧的女儿，不顾母亲反对，北上打拼。我妈妈说，你妈妈有交代，如果有放假的话要回去。等到她小有成就时，母亲却罹患失智症。严艺文，夏雨乔，10月18周日中午12点半，金鱼妈妈。全民一起敲金钟，好礼优惠加码送！想要回味公视历年来的金钟优质节目吗？现在就上公视网络商城，点选金钟专业，选区商品通通8折，购物满1000元再送你100元购物金，满1500再送你精选公视人生剧展一部。来来来来，你来你来，现在就到公视网络商城，一起来挖宝吧！编织而成最美丽的诗篇，熏陶出最深邃的智慧和知识的盛宴。偏向客服无差别的照亮孩子们的未来。感谢感恩社会福利基金会与公视携手关心偏向热心教育，看见更好的台湾。法国儿童绘本《会思考的小公民》借由雨果的冒险行动展开一段哲学思考的旅程。3D 动画《小朋友大问题》改编自《会思考的小公民》绘本，一起来动脑学习发问的艺术。捐款2500元获赠《会思考的小公民为什么》系列4册加《小朋友大问题》动画 DVD。详情可扫描 QR Code 公视网站或拨02-2633-2000-9。一个我，有千千万万的我，杀掉一个我，有千千万万的我，杀掉一个我，有千千万万的我。做好环境清洁，摒扫积水容器，免除天狗日的危险。毁掉我的厝，就无千千万万的我了。春美歌剧团推出《金探子》。百变小生郭春美化身福尔摩斯，带着热血胆小的美丽师妹四处办案，来到凤凰村，面对多年的离奇命案，关键人物却是失智老翁。